买了些活的螃蟹，顺便呢，那个蟹脚活的掉下来了，我也给他买了，就光的蟹脚。这些蟹脚是100%很新鲜的，都是活蟹弹下来的，就拿来蒸一下就好了。这个蟹脚剥出来，肯定一条一条的肉，非常的爽，吃起来。先把橡皮筋拿掉，还有把渔网丝拿掉，要起大早才能买到这样的货色。晚了这种货色就轮不到你了，全部人家饭店里拿走了。我今天起个大早，6点钟就去市场了，才能碰上这么一盘蟹脚。平时放在整堆里卖，这蟹脚是不保证每个都很新鲜的，有可能会吃到臭的。要整箩筐的蟹拿过来，它这个弹下来了，这个蟹脚奶奶是100%是非常新鲜的。再用清水冲一下，准备一个小蒸笼，直接把它倒上去蒸，上面放几块姜片，盖上盖子，水开以后就可以放上去蒸了，蒸8分钟就可以了。现在时间到，把蟹脚端出来了，打开盖子，挖水，满满一锅。这蟹脚超霸气，扒一个，好香，这下酒非常好，太烫了，满满的都是蟹肉。好了，今天我们的简单的一个蒸蟹脚就完成了，晚上可以下酒，来2瓶啤酒，非常的爽。如果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，请点关注和转。